大概还行，但是第一次补习嘛。对。有没有激荡出一些不同的火花？就是跟戏里面一样。嗯。然后。因为我身边很多他就是理工的。哦。他那。因为他的个性呢，跟那个丽华师姐是挺像的。对，他演丽华师姐，你演年轻之优。对。然后觉得曾老师帮忙我很多，然后因为哦，大家对我记得的印象是我比较搞笑，我比较秋葵哈，啊，都是在那种商业电视台里面。那第一次真的来到这个剧组，真的觉得好像井底之蛙跳出来了。因为我们去到那个山上啊，那个什么翠峦部落，我能想象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不会走到那里，实在是因为演了这个戏才会。跑到这么山上去，开拓了你的视野。对对对对对。你在摩托台，我就看到。哎，我在这里面这么美好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也不晓得说台风之后那个山路会怎么走。会变成这样子。嗯，我虽然个性上在跟丽华师姐非常的像，可是唯一不同的就是她太勇敢了，我没办法。就刚讲的那个做流龙有没有？好多人都试给我看，我就是不敢。那到底有没有做？有做啦，对，做了，对，就是一直尖叫，好了，退回去这样子。嗯，那我是说，钟皇哥帮我很多的是，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喜剧比较搞笑的东西。那熊熊要我哭哦，真的有点难。那哭得乱七八糟，也一直阿姨冰他这么帅的脸，对不对？把球缸弄歪起。啊，那兄弟们，熊熊的话。啊，那个边呢？因为那个师兄他有那个遗传性的那个高血压，就是在那方面的戏的时候，哦，那我真是因为他带我进入这个戏的感觉，我连续哭三天都哭不停，就是刚好也一连串是那样子的戏，所以我很谢谢钟皇哥这样子给我们指导，因为说真的要演哭戏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而且要哭得很漂亮，有时候眼泪没有出来，鼻涕先出来。女人家就是喜欢美。哭得漂亮，对，我觉得这是要训练的，然后要从眼神让人家觉得不是只有哭，你要哭得很有感情。我觉得，钟皇哥嘞，演功一挂你没有啊？艺林他太客气了，没有，真的，不会啦，真的，啊，你帮忙很多，你一下哭了先哦。没有，其实戏就是我们先深入内心之后，内化再把它引发出来，就是。经过我们的吸收，然后感动自己，然后才能感动观众。我听咱的编审讲，咱的谢师兄已经过五年了，对吧？啊，咱一年可能到五部啦。你感觉这本人啊，开讲侪啦，话多侪，跟他沟通一下。我当初就只有问了丽华师姐。哦，问一问。啊，对。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问的。他我问他说这个，那这个谢师兄他以前是什么个性？你别恭喜，有什么习惯这样子？对，就只能用凭想象的。啊，你嘛是安尼，即个对着沈师兄啊，戏过去啊。哎。对你平常跟自己的生活不太一样，你是喜欢走向大自然的，还是很宅男的？我，出得厅堂。啊、所以你真的是如鱼得水，没有什么困难。Okay, 这东西对，还好。我平常也很喜欢运动，我都会站在头，比如山玩水都有。然后以前像台湾的中央山脉有过来看看。哦，登山。另外，啊对了。我问啥？啊对了。登山。建筑，哎，拢沿其他的，而且家属归台湾，啊是 ，OK， 啊这部戏有啥物要给大家推荐的哦？那这个当然是，讲真的，我拍过很大爱的戏，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是以难度来讲，这部戏是真的难度比较高。怎么说？比之前怕爆的还困难吗？怕爆不简单啊，这个厉害，这部戏真的，因为它动员的东西。你说人力物力对，然后火车队啊，然后那个红山剧组的师姐啊，都到山，还有医生，翠峦部落里头，真的跑到很远，真的那个很多山路都很难走。当初那个921地震之后，
山路有些都还不错。对，对，今天克服困难，将爱送进去。对啊，尤其这次这个骆驼车队，嗯，啊，然后我们的师兄师姐，嗯，哇，真的动员的太多了，就是大场面啊，真实的画面，重回现场。哦，碧玲姐，你那个过奖。真的是拍得很辛苦的一出戏，我觉得导演真的好用心，光走路就可以走好久。自己欧乐完了，因为我发现哦，真的是我们要走到那里才能够感受得到慈济做了什么事情。我真的不想说哦，原来慈济在那个翠兰部落那房子全部是慈济。是啊，大爱屋啊。我就在想说，那个那么空旷的地方，你要盖那个房屋，需要多少钱，多少人力？对。当我真的看到的时候，好感动哦。然后我们从那个斜坡这样滑下去，就到翠兰部落了。就是可以突然变这么简单这样子，嗯。才能行动，要将感动化为行动。好，要将安吉对杨老伯接引一下，好吧？他已经有想要加入这个人间菩萨团了。来，请他来。最近越来越有慈济师姐的样子。阿弟好，阿弟就好，就跟你祝福了哈。那如果想知道他到底这个海选之后，你又讲到海选，我卖过海。这是题外话，不是啊。那既然大家就笑开，那就讲一下。好，你好。因为不好意思，刚好海选的这第一次进棚比赛也在礼拜天，也是8点播出。哇。嘿，啊，因为我们这出戏《情义月光》也是在8点播出。阿弟，卖过海，帮我叫人好吗？不是，我要讲的是说，两边都会让你哭。一边是很失望的哭，他来到这边会很感动的哭，所以你们还是看很感动的《情义月光》。好，感谢谢谢，我感谢谢谢，我感谢谢谢，救了我。真的很开心啊。那到底什么样状况啊？反正两个节目都有重播，大家自己把心子。不过我还是要邀请大家8点首播是《情义月光》，对，最好办改《情义月光》叫我讲。祝福我们《情义月光》收视长虹。OK， 收视长虹。那《情义月光》是一部很感人、很感人的一个好戏，然后花了大家很多的心血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支持。那希望我们的收视率第一名。赞，第一名，好来。我要加多嘞。谢谢。这个真的是用了很多的心血，怎么？